今日就嚟到国际冠军杯嘅第二日，球迷咧又有机会可以睇佢哋最爱嘅球队踢波啦。现场嘅气氛就一片喜洋洋啊，可以解释到点解足球系全世界最受欢迎嘅运动啦。球员们都非常之落力同啲 fans 交流，希望扩展下佢哋啲球迷层啊。一个咁壮观嘅球场，真系好适合呢一场咁重要嘅比赛啊！比赛正式开始，河床对利物浦，解围踢翻出嚟，基利安麦巴比位脚直，有机会入波，反击啦！解围，截得好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个波而家喺左路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泰维斯喺度越咗位啊！哇！呢个直线咧冇人估得到啊，不过旁正啊睇得好清楚，原来越位。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个攻势俾对方查和咗咯。贝斯唐达，是啊，基利安麦巴比，呢球波输得噶啦。先真系牙烟啊！解围做得唔错，泰维斯吊高个波，好上半场45分钟就踢晒，机会唔系冇噶，但系真系硬系入唔到波咁解啫。呢场波暂时都算好睇嘅。其实我哋净系睇上半场咧，有冇话反映到啲咩咁啊？但佢上半場咧，差唔多係完全冇受到威脅嘅，球隊嘅整體表現都很好。場波冇乜進展噃，比數都仲係0-0。两队开始下半场的赛事啦。嗱，乐观啲睇啊，呢场波后防表现系几出色嘅。起脚入咗啦，入咗啦！下半场好睇啊，个角度一流啊，龙门连波皮都揩唔到。哇！呢球如果你俾两个龙门啊，都未必能够救得到啊，何况得一个。你嘅换人啊，好明显就系想加强功力啊。利物浦打破僵局。好似佢呢啲咁出色嘅球员啦，无论喺边支球队啊，都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，入波梗系靠佢啦。个波向前传，一下铲波，呢一下够晒睇头啊！传过去啦，呢次进攻咧俾人阻截咗啦。罗宾奴攞到波啊！好，而家一个传球弹到啦，今次得唔得啊？呢一球波俾佢入咗，仲唔系足金金球？佢搏晒命噶啦，不过射门嘅角度啊，真系争少少。呢个直线靓啊！
破倉，等了幾分鐘，終於可以換人了。這個時候換他，我想他都不太舒服的。不過呢，沒辦法了，是時候要做些改變了。斯丹对单啊，哇，系咪要起脚呢？入波啦！领先两球波，现梳球啊，完全控制晒形势。呢、這个波啊打得靓啦，除咗够冷静之外咧，仲要之后最后嗰个射门咧处理得好啊！换人啦噃，咦，两队都换啊！我呢度換人好啱喎，因為我睇佢咧都冇咩體力㗎啦。呢個時候如果繼續踢咧，盞搞嘅啫。